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宅男 boy 啊。那么这个服务器的话，我也玩了差不多两个月了，基本上车子和房子咱都买了。那么最近听说有一个黑帮，这个服务器更新了个活动，有一个黑帮的组织啊，咱们可以去抢劫这个银行，哎，可以再赚一波大的，兄弟们。好的，那我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去看看那个黑帮到底是什么牛马啊。这台车的话，就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一台法拉利啊，兄弟们。这个车的话性能也非常的不错，开的还挺快的啊。走，咱们上车。还有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边的话有一个车店啊，靠近这个警察局。这个车店的话里边什么车都有啊，也可以自己去自行购买。还有这个服务器它添加了很多这个模组车，就是比如说现实中的车，宝马、奔驰啊，各种的法拉利，反正各种的现实中的车，这个服务器都是有的，好像大概有上千台吧。这个黑帮的场地就在这儿啊，兄弟们，咱们下去看看。还做的挺隐秘嘛，这。哎，有人吗？不是，你干嘛呢？啊？你们这就是黑帮呗，是不？铁子。不是咋的了？这黑帮怎么了？啊？你干嘛的？你是？我想加入你们黑帮，行不，老铁？你黑帮你也不能闯入我的领地呀、啊。那我这不刚好看到门开了，不就闯进来了吗？这不是。你是萌新吗？我刚进服20多天，玩了20多天了都。20多天，你既然不知道我啊，你还要进黑帮？你是黑帮老大呀，还是咋的？黑帮小弟呀，你是？你看我这气势，你说呢？啊？那我不跟你多说了，那啥，就是我能不能加入你们黑帮？那加入黑帮得有前提呀，你有胆量吗？你敢杀人不？啊，有胆量吗？那肯定敢呀，你看看我能行不？这，你他妈你！哎呀，大哥错了，大哥，我操，这么多小弟，完了。这大哥错了，大哥看我这长枪啊，你还敢打我是吧？大哥我错了，大哥，我真的想加入你们队伍，跟你们一起行不，可不可以？不是，手给我举起来先。好，大哥我错了，大哥不要动啊，想进黑帮是吧？对，我真的想加入你们一起赚钱，行不？那你打我这一拳，我得让你还呢啊，给我打工啊，给我当黑工。行，没问题，以后你说啥我都听你的，行不，大哥？走，上车。行，以后跟我混了。谢谢大哥了，大哥，那现在咱们去干嘛呢，大哥？先带你去换身衣服。哎呀，兄弟们，这衣服还挺多的呀，咱们就搞一身黑的吧。大哥，我买完衣服了，我这衣服好看不？你这穿的什么屌样啊？还好看呢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就不懂了。我这黑色衣服显得咱们这个团队就比较有气势，知道不？啊？那你这上面这他妈啊？我上面这个眼镜是乖是这个美女的，看美女的，大哥。哎呦我的天哪，那就这样式儿吧，走吧。行，那咱们待会干一票大的呗，行不，大哥？带你去抢银手。抢，我操了，去哪抢，大哥？抢银行吗？这是。你敢吗？那必须敢，我操了，啥我都敢，大哥。我怕你等会儿他妈的泄气儿了，我操。那不会，大哥，哎呀，你说吧，去哪抢？必须给你拿捏了。咱去个大银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干票大的。可以，我感觉非常的不错，你这个想法。那走吧。行，走。哎呀，就这银行，这银行可以啊，这银行。走啊，兄弟们，就这家银行。走，给我上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操了，发财了！
检查不许动。别动，别动，举起双手。蹲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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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下。哎，兄弟们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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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你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们被抓了，兄弟们。不管了，我先上车吧。不管他们，老大我也不管了，兄弟们，我直接去沙漠那边吧，兄弟们，去避避风头。那宅男 boy 的啊，那个吸入伙那小子一人呢，我操了，他被逮进来了。妈，人呢？幸好我前两年没被抓进去，不然我都享受不到这么丰富的生活。哎，我去，谁呀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司机吗？大哥咋了？大哥咋了？咋了？我操！哎，我去！别动，我举起手。咋的了呀？啊，口口声声说要跟我闯社会，结果你背信弃义背叛我啊！上次那警察太多了，我害怕呀，大哥。你害怕你就跑啊！刚入会我就问你，我说胆量足不足？你说没问题，你能打十个。结果呢？啊？你跑还给我气死我了，你妹的，我就跑咋的，去你妹的，我就跑。你妈的，你是车不想要了是吧？大哥我要，大哥，大哥我要，大哥。哎，不可能吧。哎，我就给你拿走。走了兄弟们，你那小子车钱有。你们要是走的话，等你们以后有你们好果子吃。你们试一下走，敢拿我车是不？在我这服务器，在服务器拿我车是不？别以为你们人多，我害怕你们，给我等着啊！你说啥？你说啥呀？啊？哎我操！哎呀，我去，完蛋了！他给我复活到城市里边了！哎呀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哎，你谁呀？哎呀，小老弟，新来的呀？啊，对，完了20多天了，差不多30多天，一个月，咋的了？要不然你跟我玩吧。就你开着车跟你玩啊？你真假的？你玩多久了，铁子？我都玩了一年多了。一年多？那你有没有车队？有没有豪宅？带我去看看。那肯定有啊，走。哎我去，行。你要是骗我的话，我得把你杀死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你们的车队啊，这个。是啊，就这个。行，那我随便开一台车可以。